他策略是占领这个边角前两位的这个位置。如果你占了这个位置的话，你旁边一旦站过去，它就相当于你这个边角失守。那就对了，因为他第一时间想要占，然后他连成一条线，连成一条线的话，他后面又可以补上去了，这样子角落位置补上，那这样子基本上是奠定胜局。因为如果你连成一条线，那个角落位就基本上他也失守，因为角落位的连线你肯定攻不上去。所以他的策略很明显，就是占领这角外围的这第二个位置，因为他这个是很巧妙的位置。但这个位置绝对不能占，因为他站过去就直接没有边角，边角失守。这个位置也不行，因为他这个地方卡在这儿。这个位置很危险。好，现在它连成一条线之后就很好。现在它边角都失守了，最后的话就是56-8赢了它。
如果占领这位置，它通过对角线的方式占，先占领边缘，然后它这个位置很危险。其实这个很巧妙的位置，右边是。这转外围这条线呢，转外围这一圈，其实理论上就是战略上不要先去碰它，因为如果你占了它，反过来它别人家可以占回来，这个位置也不好。这个位置的话，它通过对角线直接把这里占了过去了。我站这里，它这两个红了之后，它返回来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位置，可以通过这里，那目的是先抢占。优先抢占对角线。对角线战术，我站的这个位置不好。因为它反过来占了那个井字位，井字位的话是一个守关的地方。但这里不行，因为这里的话反过来你的边角没了。他的战略意识非常的强，因为这是一个井字位，他一旦先抢占井字位，那其实也他离边角就不远。
对，他的意思，他意图很明显，就是占领检测位。我也是，如果占领这个位置，虽然这也不是相对重要的点，但是他有的，因为这个，他这个左边这个棋子的话，一旦你站这里，他可以反过来站到这里，那么相当于它是一个它守阵的作用。它这个棋子很关键，因为它刚好卡在一个中间点的位置，是中间点。只要它不是连续的棋子，不是连续棋子的话，它任意一段都有机会作为反攻的一部分。所以它意图很明显，先占领它。也不是第一时间去占领边疆，因为一旦你去占领，首先去占领的话，相当于自己先失守，所以他占领在中间的位置。他非常有意识地占领中间的位置，那这机器人很聪明。而且如果你占了这位置，它边角没了，这个位置也不行。那就很危险，任何一个外边缘都有可能导致边角被占。
现在如果站的对角线它没有位置，那它就无法从内入手。如果这里全红了之后，它是可以通过反过来站到这个位置。因为这里红了之后，这里中间也是红，但是它这里有挡，它会挡住这里。但是由于没有蓝色，它这里如果没有蓝色的话，那这个位置也是没有用，那就是占不了这个位置。它没有一个中间的媒介可以去占到这边角，这很危险。但是如果你先站在这里，它反过来，由于这里有对角线，其他子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如果被占了之后，它这对角线没有其他可以利用了，但是这个位置相当于也等于失守。如果先占了。这里反而它后面有两个棋子可以占到对角线，那也是不利。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也不太好，因为它如果反过来的占了这个位置，那相当于边角失守。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只会占领它这个蓝色的位置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边角就失守。而如果占领这里的话，即使对角线没有位置，但是它由于横向也是可以占到这里，横向的位置是可以占到这里。那这局也是说，就算你聪明，
他很有意思，先占领了对角线一些比较重要的这四个位置，中间的这16格是比较安全，但也是有战略的位置，最有战略性的位置就中间的16格，然后外边是比较危险。真的，他的战略很明显，就占领这边角位外边的这两个这几个位。他非常有战略意识的占领一个井字位，那由于这不连续，那如果反过来站住准边缘，那最后的外边缘就没有了。如果站住这个的话，因为它这边对角线的位置很危险，它的对角线其实完全有机会，只要通过斜边的任何一个方式也可以站回来，所以先占领这个也很危险。然后他有可能会从这里往上，占领这个上方的右上方的准边缘，那他这个也是形成一个压制的位置。那井字位是用来镇的。井字位是有震慑作用。如果我站这里。那这两个不连续，然后这两个位置是蓝的，那它意图很明显。由于这两个连起来，如果它反过来就可以站到边缘，所以这个位置必须要站到它，不然的话它一定会想办法，就下一步就是占领边缘的失守。
然后这他这个中间那个棋被压制，他正在这里，那其实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，因为如果这里一占的话，边缘没了，那相当于也是失手。右边这一列，如果是这个位置，它可以站到这里，啊，这也是这行就没了。但是如果它先站这里，然后我这也可以站这里，就相当于我这个位置是可以守住。而如果他想第一时间站到往下这位置，那他意图很明显，他其实就想占领这一列。所以这个为什么不是很好？意图很明显，他就是要站在位置。第一个边角失手，但绝对不能站这里，因为这里的枪在这里没有。这所有位置都不利，不是很有利。它这个位置属于一个对称位，对称位的话，如果先站这里，那这三个红了之后，它这里就连成一条线，那这也叫危险，所以绝对不能站这里，这个位置也不行。但这个位置的话，你站着它边角没了，啊，这个位置边角没了，这也不行，因为它这里对角线连成一条线。所以基本上这一局就输了。那如果这里一站，它边角没了，那整条一行没了。然后如果站这里，对角线没了，对角线整一条横，对角线没了。然后站这里，等于这个角没了，这一列也没了。那很聪明，对啊。这位置也是一样，这对角现在没了，可能这一行这个角没有了，这角没了的话，反过来，它蓝色的，虽然这也，跟它因为它中间有一个蓝色，它只能占领这三个，但这一行没了，然后这一列也没了，因为它一占的话，这空位一占，这三个没了，我基本上这一局就输了。哎，他这个机器人很聪明，但是也告诉我们一个战略问题，就
黑白棋、反转棋这个问题，一定要想办法占优先占领一些对角的位置，利用一些对角线的战术，还有一些井字位的一些战略位置来去下棋，这也就是反转棋的一个技巧。那冒险岛当中的话，那反转棋是有好多个障碍的位置，这障碍位置可以当做一个战略的位置，也是可以利用这战略这是什么？它的障碍旁边左右两边，如果它这个障碍在边角最外围的位置，但是它又不是在边角的位置，在外围但是不边角位置的话，那它左右两边就是一个很好的匕首的地方。这样子，这棋基本上就是。